174 fights. I have 153 wins and 86 KOs. And I hope to give you one very strong and spectacular fight. <音>这场比赛那么多父老乡亲给我的支持，我相信这次比赛我一定能拿下。好，观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您能看到的就是这一场WMC世界泰拳理事会的世界拳王金腰带的争夺战，中国选手徐岩对阵。 下拳手，赞比迪斯。赞比迪斯呢？今天他一定是要钻进来打。对。那徐岩一定不能让他钻进来，就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一个一米八四，一个一米六七。赞比迪斯输的比赛，一个对手都是用膝用的特别好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看徐岩是怎么样来用膝。对，这样的一个身高差距的话，如果说徐岩膝使用的好的话，踢膝很容易直接踢到下巴上面。对。 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我们看到两个人确实身高臂展差距是比较多，身高差距了17公分。来看詹米蒂斯呢，他的这个移动非常的迅速，因为他小的时候是一个体操运动员，所以他协调性非常的好。 移动非常的迅速，刚才后撤步当中一个横向的移动啊，确实是速度很快，衔接的很漂亮，又是一记鞭腿，然后你听到这个打肋部这个声音，嗯，力量很足。 徐岩确实要防好这个肋部，因为比对手高，那么对方要打你这个左右两肋的话，出拳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发力的。合适，嗯，刚好合适。你看，要一定要抓住刚才那样的肋部机会，袭击头部，又是一个正蹬。 徐岩这一阶段啊，我们看他的拳腿拳，包括他这个正蹬，也是用的非常的合理，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要尽可能多的用这种直线型的拳法来推法，阻止对方的贴近。对方的鞭腿的反击也很快。对，就是要用这种技法，一动我把你摁住，一动把你摁住。漂亮，漂亮，漂亮！踢，可能是踢大胸了。 这一脚啊，踢的大腿内侧，有时候可能是踢到大筋，有时候可能是直接踢到这个大腿内侧的股骨大动脉上，血管的瞬间粘连，这条腿会瞬间啪一下就没劲儿了。对，从这脚步看不太清楚，看不太清楚刚才到底是踢哪儿了，裆部还是踢到他的大腿。但是从咱俩评论席这个角度，你看这个选手的左腿外侧后外侧红红的一片，已经有淤血了。 徐岩的鞭腿也是相当有力量的，别看徐岩跟对手相比显得要瘦一些，但是那个腿的力量真是相当出色。那个腿的出色有高有低，又是一个正蹬。对，一定要是用力体的这种攻击。嗯。 哎，这就是你刚才讲的跃起来的这个左手拳，哎，跃起来的左手拳，跳跃的动作。嗯，毕竟个矮嘛，有时候要想直接踢打对手头部的话，肯定得要跳起来打。
这应该要读秒，因为你已经倒地了，对，因为你倒地了，所以读秒是正确的。这个判罚是正确的。第二回合结束。啊，第一回合应该是相当的精彩。打得漂亮，确实非常的漂亮。居然一开始有一点点紧张，因为这个詹米蒂斯一开始就采取非常主动的这种进攻。就是往上贴，然后呢，而且我看到徐岩，对他的重拳有一些忌惮，可能有几拳打在肋骨，他感到了已经感到了这个重拳的力量，对，有一些忌惮，但是在后半段加强进攻，包括鞭腿，包括膝。哇，这个裁判也是非常有经验，我们看冲上去的时机掌握得很好。漂亮，这是结结实实的进步打在这个肋骨。这赞比迪斯的抗击打能力也真是不错，刚才这几下挨的可都够狠的。征战153场，这个不是一般人有的经历。对啊，而且他常年和比自己高大的多的对手打比赛。那徐岩一定要做好自己头部的防护，因为詹米蒂斯的这个拳太重，而且徐岩呢，从以往的比赛来看，他的抗击打能力一般。第二回合，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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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法、膝法的连续组合，这下其实是两股力量的合作，脚下一打滑，再加上那个围绳当时有一个往外顶的一个力量，结果给他顶倒了。当然，这个毒疤呢，说冤也不冤，应该还是合理。对，刚才漂亮，连续两记小鞭腿踢对方大腿内侧，又是一记。两个人啊，一个左势，一个右势，彼此之间是门户打开的，所以我们看赞比迪斯在防对方，就是防徐岩的这个右肋完全左腿鞭腿的时候，他真是防不住，对，打开的。徐岩这时候也抓住了这一特点，漂亮。大家可以看，徐岩在进行吸攻的时候，赞比迪斯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办法，他只是在那儿抡拳。对，但这个是一个徐岩一个用得非常好的一个武器了，漂亮。是啊，这赞比迪斯的腹部已经被踢出淤血了。对，持续的进攻，这个时候就是左腿持续的进攻，攻击对手的这个大腿。因为我发现现在赞比迪斯对于徐岩的这个左腿的小鞭腿根本不会防，而且他的旋转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经常讲左势打右势，在躲避对方这个后手拳后腿的时候，这个旋转方向一定要转对了。转错了就等于把自己送上去了。他可能稍微也有一点不太冷静，这个时候他应该要稍微稳一下，因为他刚才连续的遭受这样的这个腿部的这种重创，对他的移动能力也是有影响。你可以看到现在他移动是比刚才要缓慢的。他这时候应该是以徐岩为轴，哎，往徐岩的右后方去绕，往这个方向去绕，你不能往左前方去绕，这样的话不就给自己送上去了吗？那现在一门心思就要 KO 了。对，不 KO 的话，他今天肯定输了这比赛。这时候打到这时候啊，现在他战术就是变了。对，这个时候的话，他应该打得非常主动，他就是瞅机会，然后以用膝或者腿来重击。徐岩这时候啊，还是加强控制，做好自己头部保护的同时，把这个距离控制开一点，稍稍的拉开一点。咱也不能拖大，对，不能拖大，这手不能放下来。赞比迪斯胸前原来是用油彩画了一个国旗是吧？你看这会儿全花了啊！漂亮！
漂亮，这一记迎击打得好，有点着急，三比第四打得有点着急了。对，所以我就说他有点头脑发热，你在场上面对一个左势的选手，你的旋转方向都搞不明白了。而他的这个另外一个腿部受到重创的这个移动能力确实是有下降，这个不像一上第一回合刚上来的时候脚步那么轻盈跳跃了。我好像刚才听到现场的主持人介绍说，这一回合中间上来举牌的这位小女孩，这是徐岩的女朋友。啊，塞米迪斯的教练这时候才是真应该着急了。我估计赞比迪斯可能也没有预料到对手会有这么强。对，特别是徐岩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就是这个小鞭腿这种砍杀的力度啊，真让我吃惊。第三个回合，关键的一个回合，在前两个回合点数上已经告负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对于希腊选手赞比迪斯来讲，就要用到我们经常讲的，别无选择，哎，就是重创战术了，就是要想办法重拳重腿 KO 你，挽回整个局势。徐岩一定要冷静，这个时候因为他前两回完全占优势，这个时候你就是打控制，打控制，防反，哎，拉开距离啊，可不能让对方的重拳这么抡。对，必须主动进攻。这时候我们听到徐岩的教练团队坐在旁边，非常着急的喊。哇，赞比迪斯，你看这咬牙切齿的狠劲儿啊！所以徐岩这时候必须要打得再硬朗一些，积极一些。对，徐岩，我觉得他要。一个是积极，另外一个呢，他要打迎击。对，打迎击。哎，对，这种这个时候肯定是往前猛冲，还是要找机会。漂亮！因为现在不用跟他硬拼，找机会打迎击。前手先出，这话说的是对的。你要抢了对方出拳的前头，把这一拳打出去。从节奏上来遏制对手，对，甚至呢，徐岩这时候都漂亮，哎，又是一个袭击，比对手快半拍，抢一下，要不然他有点被动。漂亮，漂亮，漂亮！刚才这一拳挨得挺重的，鞭腿啊，前两个回合打得那么漂亮，小鞭腿呢？嗯，对手进来的话就是。跳起冲击就是以这种方式。哇，两个人真是都够硬。徐岩今天也是拼了，拼了，嗯。最后的一分钟，最后一分钟坚持住，打把控制，拉开距离。徐岩可能体力有点下降。对。毕竟前两个回合啊，他的这种蜘蛛积极主动的进攻打得更多一些。对，这个时候可以采取一些这种战术，搂包的战术，贴靠一下，抱一下。对，但是不能一味的防守，眼睛一定要看到对方。嗯，赞比迪斯拼了，赞比迪斯拼了，最后十秒钟。对，徐岩出拳出腿，对，压制一下对方的攻势。比赛时间到，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讲，只要在第三回合当中赞比迪斯没有把徐岩击倒，这比赛的胜利徐岩基本就到手了，因为前两个回合这种优势太明显了。应该说整场比赛徐岩很好的贯彻了控制的这种打法。对，
看这种一对手进到内围以后，孤井的这种袭击，实际上对对手是这种心理上打击是非常大的。对，他再冲进来，这种就有所忌惮了。毕竟个儿啊，徐岩不需要费多大劲儿，膝盖只要一提起来，就到你下巴上了。这样的比赛赢得是非常有含金量的。没错没错，尽管说没有说把对手彻底 KO 了，但是这种胜利啊也是让对手心服口服的，而且对徐岩来说，他的这个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能够战胜这样国际顶级的这种选手。来听一下最终的比赛结果。宣布本场比赛结果，摄像的靠边上，一号裁判员红方30比蓝方25，哇，完胜。二号裁判员优势完胜，红方30比蓝方24，这是打了3-10-8。三号裁判员红方30比蓝方25，徐岩和金阳优势完胜，一致性判定。对，这个比分就很说明问题。哦，给自己的师傅宋国俊磕了个头啊！啊，磕头。给宋国俊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弟子，真的是可喜可贺。这应该是徐岩出道到现在他赢的对手最强的一次。对对对，来头最大，确实是2013年超级格斗的世界冠军啊！今天也败于徐岩的马下。2003、2005、2006擂台之王的冠军，今年8月份他还拿了一个 super combat 的一个冠军，对，世界超级格斗获奖无数。这也是徐岩到目前为止打过的最强的、冠军头衔最多的一个对手。